好，接下来方程老师来介绍是立方和跟立方差的公式。好，那这个在国中现在没有学，以前是有学的，现在没有学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来教。好，那他说 A 三方加 B 三方依次分解，它可以变成什么？是 A 加 B 乘上 A 平方减 AB 加 B 平方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会来证明，我们先稍微讲解一下你要怎么样来记这个公式。好，这个公式是这样，这左边是三次方，好，三次方。那右边呢？三次可以变成几次相乘？就一次去乘上两次，好，一次去乘上两次。那 A 的三 ，A 的一次有什么呢？就 A 一个 ，B 一次有什么？就 B 一个。好，那对二次来讲呢？可能是 A 乘以 A， 两个都是 A 在相乘，可能是两个 B 相乘，这个也是二次。那也有可能是一个 A 乘上一个 B， 好，所以它有三项，一是 A 平方，一是 AB， 一是 B 平方。好，那所以三次方会等于一次乘上两次，所以一次有什么？有 A 跟 B， 那两次有什么呢？有 A 平方、AB 跟 B 平方。好，所以有这样子，你在算的时候，在背的时候就会马上有这个形式出来。那接下来呢？它当它两项是加的时候，我们这边两项也是加的。好，这三方的时候两项是加的，那中间是加的，我们中间不加的。那当它中间是加的，我们这里中间就减的，好，中间就减了，那其他还是加的。好，那就是说为什么那中间这里不加的呢？如果你中间这里也是加的时候，那你发现这两项、这三项这乘起来，就总共会有六项。那这六项呢，通通加的是没有办法消掉的，所以这算出来这边应该好会有六项。那你再怎么合，它还是会有很多项，不会剩下两项。那所以呢，你中间如果是有减的时候呢，那这里如果是减的话，你会发现第一项乘上别的都是加的，乘上这一项会减的，所以你会有一个什么减的这一项。那有这个减的这一项呢，但是在加的部分它有这一项，以 A 平方 B 减 A， 刚才算出来是减 A 平方 B， 但是这里有一个加 A 平方 B， 一减一加它就消掉了。哦，它本来有六项，一二三四五六，那其中有一项变成减的，那跟某一项消掉，哎，它是不是变四项了？那而且不止这一项有减的，我们的这一项乘上这里也会有减的，那这个会变成减的是 AB 平方，好 ，B 有平方，那有没有这一项是加的呢？有，好 ，B 平方乘以 A 就是这一项，这一项 ，B 平方乘以 A，B 平方乘以 A。哎，它是 b 平方乘以 a， 或者 ab 平方，这两项一加一减又可以消掉哦，所以你又有一项是减的，那这一项又跟某一项消掉，那你是不是本来有六项，是不是最后就剩下两项？好，那剩下哪两项呢？就是三次方的没有办法消掉，好、哦、，b 三次方也没有办法消掉，就剩下这两项，它本来有六项，所以这个两边就会相等。好，那我们也可以从这边把它乘开来给同学看一下。好，就是从右边这边，好，右边会等于什么？就把它乘开就得到 a 三方。好，再乘开就是减掉 a 平方 b， 再把它乘开就会得到加上 ab 平方。然后对于 b 的来讲 ，b 的把它乘开就会得到加上 BA 平方，再乘开又减掉 AB 平方，最后再乘开又得到加上 B 三方。然后我们刚才讲的 A 平方 B，A 平方 B 一减一加消掉 ，AB 平方 AB 平方一加一减又消掉，所以是不是剩下 A 三方加 B 三方就等于左边？所以左边跟右边它是真的有相等啊，真的有相等，那我们就证明出来了。好，那同样的道理。这个公式啊，除了加了之外，还有减的，减的呢也是这样，那还是三次方，所以这边也是一样，它也是一次乘以两次，所以它也是 a b 跟 a 平方 ，a b 好各出一个 b 平方，也是这样子。然后它中间减的两项，中间减这里的两项，中间也是减的，好，这里两项中间也是减的。那这里就会改成加的，好，这个地方就改成中间就改成加的。那这个公式呢，它要怎么样证明呢？好，实际上是一
样的，就是说它这边通通是加的，什么时候会出现减呢？就是当你这个减的去乘以它的时候，它会出现减。好，那它会出现减的时候，就会变成有减什么？会有减 BA 平方，会有减掉 AB 平方，会有减掉 B 三方。好，那这 A 乘出来的会都是加的，那加的哪三项是 A 三方，还有这个 A 平方 B， 还有这个 AB 平方。好，这三项都是加的。那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减一加是不是刚好消掉？这个一减一加也消掉，所以是不是剩下你把这边乘开以后就剩下 A 三方减 B 三方，是不是得到我们的公式？好，所以我们很容易的知道说 A 三方减 B 三方就会等于 A 减 B。乘上 a 平方加 ab， 然后加 b 平方。其实这个公式两个可以一起记。a 三方如果加 b 三方，那 a 加就是 a 加 b 去乘。如果 a 三方减 b 三方，那就是 a 减 b 去乘。当你这里是加的，那这里中间就是减的；当你是减的，这中间就改成加的。那旁边这个都还是固定，就是这个中间的符号它是相对应的。这样你会了吗？包含证明，包含把这个公式记下来。没有问题吗？